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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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那我们讲这个大圆满的境界，分成四个来讲，是见、修、行、果。那么在大圆满的境界里面呢，就也不求看到什么，也不求修什么法，那么也不求呢行什么大愿，最后呢也不求什么果啊，这个是属于大圆满的境界。那有些人会想啊，既然这个见、修、行、果通通不要，那这样子所有的人一般的世俗凡夫啊都已经得到了，它就是大圆满境界。但也不能这样子讲，你必须要先经过见、修、行、果以后，再达到无求的境界，这样子的才产生出来的，才算是大圆满的境界。那么这个不讲求果是这样子啊，大家知道这个果果地啊，果位第八地以上呢就是菩萨，那么第十一地就是金刚萨埵，第十三地就是毗卢遮那佛，第十六地就是阿达尔玛佛，也就是普贤王如来，第十六地。这个是讲果地啊，在佛教里面呢，密教里面讲第十六地就是原始佛，第十三地是毗卢遮那，第十一地是金刚萨埵，是属于菩萨的，第八地以上都是菩萨。那么我问大家，第十七地是什么？第十六地是原始佛最高的了，第十七地是什么？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个只是一个数字啊，很多人在计较应该观世音菩萨是第几地，有的讲第九地，有的讲第八地，有的讲他已经是佛了，应该是第十地以上，或者是到了十二地、十三地，这个只是数字。我们真正学佛的啦，到了最高的时候啊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叫做果位的了，没有位。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，根本就是任运任运。你可以一下子变成凡夫，甚至于你在畜生道啊，你看看呢、啊，我们呢、啊、这个庙里面有一只莲花小猫啊，你看它只是一只 cat。一只小猫而已，其实啊，它是在啊警惕我们要好好的修行。你看它每一次在图书馆门口又引又送啊，引师尊来啊，送师尊走，它是在示范呢、啊，它是在示范动作，它很守规矩，只是到了图书馆门口就在那里。莲花小猫教授师
他是那个金刚阿塞的啊，他是大慈明金刚阿塞的。你说，哎呀，这只猫怎么是大慈明金刚阿塞的？他是活菩萨的应化，他来教导戒律的。哦，这个活菩萨他应化，他没有什么果位的，他在畜生道也可以，在地狱道也可以，在菩萨、在阿罗汉、在众生当中都可以应化的，所以还要什么果位呢？所以真正呢，真正的佛菩萨他入的涅槃呢，应该是属于有余涅槃，有余涅槃。他随处应化，随处度众生，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果位里面的，所以他有时候是阿罗汉，有时候是菩萨，有时候是声闻，有时候呢他又是佛，有时候他又是众生，有时候他是莲花小猫啊，大家看他啊，他是有他的这个慧力的，他本身是有慧力的。他每一次啊所做出来的那些动作，他是有他本身的那一种视线，他视线为莲花小猫，所以他本身来讲起来，他有一种那个一种启示的一种作用给我们。他知道这个图书馆呢不可以进去，他知道庙不可以进去。那么他像一个这个啊密教行者一样啊，在这个我们雷藏寺的范围之内啊，他游行教化，游行教化，他超度众生啊，他确实是在超度众生啊，有很多众生啊给他超度。他视线，你看他是雪山狮子一样的，那一只那个哈巴狗他都怕他啊，他只是小小的一只小猫，很大的狗他都不怕的，他跟雪山狮子一样的威猛。所以啊，你看他的眼睛，看他的内心，你看到他的佛本身的种子，他原来啊本身他就是活菩萨本身的应化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他是莲花小猫教授师。真正的活菩萨是没有什么果位的，没有，他不会待在一个果位上面。所以很多的仁波切啊，密教本身的仁波切啊，他本身一世一世的转世是做什么的？他根本就是来弘法度化众生的嘛，不会留在那个果位上的。所以果位只是方便前移，让众生知道有这一种果位，一种位，所以不求什么位的，不求什么果位的。所以求果位的就不是活菩萨了，也不能这样子讲了，就是这种果位啊都是众生给他的一种前移方便的一种定位，事实上是一无所有，他没有修行，无修，无修就是修，他没有什么见，没有什么看见，没有什么看见就是一切见，他没有什么行啊，没便没有修什么样子的，哇我要做什么慈善呢、啊、要做什么呢、啊、没有的，全是无为、啊、这个就是真正的见修行果。 Om Mani Padme Hum。